同一件，那 Remy 是把它当成像好像裙子那种感觉穿，然后我是直接洋装的方式。就来给你看一下我这件全身，这件的材质的话，它是我觉得应该是雪，对，应该是雪纺吧，雪纺，然后是这种有纹路，它是有做这种法式纹路，然后这里的话是可以调节的，可是像这个侧边是。它是有点像背心裙的概念，所以里面是一定要搭内搭。那你们可以搭像我现在在无袖啊，然后或者是搭短袖，或是搭哺乳的，哺乳的内搭你们就可以这样侧掀，然后就可以安全内里这样子到膝盖位置。好，然后颜色的话，我身上是信，还有 Remy 身上是蓝色，有点灰蓝的感觉。就是外面也可以搭那种可能像短版的那种上衣啊，或是像我身上这种娃娃装，就是让它做一个单品的搭配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其实那个穿牛仔外套的感觉。所以这件洋装的话，它一样是可以很多种风格。那现在如果是不能出去玩的话，像我们像这样日常也都是非常的好看。